罪之赦，及诸多圣宠已能效法你，仅随你谦虚、增俭及服从的美德。更重要的是，我恳求你做我的母亲及保护者，允许我加入你忠诚孩子的行列，并从你至高荣耀宝座上引导我。仁慈之母，求你不要拒绝我的祈求，求你可怜我，不要在死或临终时遗弃我。永生天父的钟爱女儿，永生圣子的母亲，天主圣神的敬佩，可敬圣山的圣殿，请为我祈祷，圣母不厌慈悲圣心，贫困者的庇护者，眷恋的希望，我以满怀热忱、尊敬、爱慕及感恩之情奉献自己侍奉你，我全心全力奉献所有。天地无王，求你接纳这奉献，并在这敬礼中借着你的转导，求我获得你圣子耶稣基督的垂怜，恳求赏赐我一颗慷慨的心，对主坚定不移的爱，完全顺从天主圣神的旨意，不屈不饶的精魂精神。阿门。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庆祝主耶稣的圣诞，我们和所有的受造物都应欢乐，因为今天就是主诞生的。让我们和天使及普世教会一起欢呼天主。
下来了便服。我跪下了，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重罪。为此恳请众圣同圣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因为天主天主觉得我们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大母的圣。Thank you.
托勒，以上三种是该神所我的主耶稣基督，在神圣永生永望。
圣王中途赤壁破书，天主求众人的恩宠已经显示出来，召导我们舍弃罪恶的生活和世欲的欲望，使我们在适度者、自律的、公正的、虔诚敬主的生活，以期待所希望的幸福，就是我们伟大的天主和救世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他为我们舍弃了自己，是为了把我们从一切罪恶中救赎出来，使我们成为他纯洁的水，热心行善。天主的圣灵，谢谢你。
玛利亚的葬祭到了，就生了犹太男儿，用布包起来，放在房槽里，因为在客栈里他们找不到住宿的地方。这是正有些牧羊人在附近露宿，守夜看守羊群。忽然有上主的一位天使站在他们的身边，上主的荣光四面照射他们，使他们非常害怕。天使向他们说，不要害怕，我现在给你们报告一个完美的大喜讯，今天在阿美的森林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摩西亚。我告诉你们一个记号，你们要看见一个女儿用布包躺在宝槽里。忽然有一大对天君跟那天使一起出现，唱颂天主说，天主在天使关口，主爱的人在设下平安。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
没有任何实力能胜过他。如果你害怕做困难的决定，害怕定身为不真理，不要害怕，因为天主拯救众人的恩宠已经来临。就像第一个圣诞以来，众天使向牧人报告摩西亚诞生的喜讯，同样今天教会也向你们宣布这喜讯，不要害怕。我现在给你们报告一个完美的大喜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诞生的一位救主，就是主摩西亚。愿救主的平安光照他们，点燃他们的心底的希望，
也点燃世人的爱心，使众人乐于彼此相助。为此，我们同圣祈祷。主祝福我们。上主，你圣旨将圣职人的奥基是无限伟大的，祝你将这奥基所带来的恩宠与喜乐，常关注在我们的心田。以上是主，是我们的主基督。阿门。Thank you.
有神勇王。
子再一次奉你，我们得救与圣门分享，就是身体圣血，灭生生而为一。上主求你主念不是教会身体的整理效忠和教宗 Francis， 我们这主念主教有些有主教以及团体在这周来之中都是完善。求你也主念怀这波希望打击这小弟姐妹，也就主念我们的祖先的岁有其实的人神大的想见你光辉的圣徒。求你主念我们众人圣门得以天主真母佛真罗佛玛利亚主圣众主以及你所想的圣灵圣意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尊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借着基督，在基督里，你的和神圣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祭祖中处处是有着受教教导才安葬，
尊美圣罪者，我将来过圣的人是有福的。
三主垂恩之天主，我在此欢欣鼓舞的请求救主的圣天，求你使我们今生能设法大度生长的生活，来人能分享大永恒的光荣。以上是说是我们的主题。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次莅临本堂的朋友们，请你们站起来。好，没有。欢迎。明天12月25日，中文弥撒时间为早上11时。早上十一时。本堂贺神父及贵安区神父及工作人员祝福教友们圣诞平安，新年快乐。报告完毕。愿主与你们同在。